地生你好，好你好。今天我哋活动主题就是我要起飞啦。对于个主题有啲咩感觉啊？起飞咧，当然是个个人都好想的一样嘢，尤其是年青嘅一辈，个个都想振翼起飞，系咪？因为咧前途是无可限量的，只要大家有咁嘅决心、咁嘅知识啦，同埋有咁嘅毅力啦，咁。當然每一樣嘢都會有起飛嘅機會。今年咧就係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啦。對於香港青年朋友未來嘅發展啊，你有啲咩寄望呢？實在青年人係真係永遠都係無可限量嘅。嗰、那個發展唔係等於今年先做嘅，係我諗以後每一年都可以做。當然20年係一個里程碑咧，喺香港嚟講。咁21年亦都係里程碑喎，因為成年啊嘛。所以你要如果咁繼續落去咧，你係應該心懷住一個好嘅方向，為社會、為自己、為前途做多啲有益嘅勤奮嘅立心係好嘅嘢咧，咁大家都會好開心的。